事时间，嗯，是是的，来那个叫妈妈要来的故事给爸爸听啊，你看那种讲讲，哎呦妈妈拿错了，讲讲讲讲，听故事的时间到了，今天好看医生。哦，为什么看医生？因为最近天气一下好冷，一下子哦好热哦，啊，小哥哥小姐姐就流鼻涕咯，那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哦，故事开始咯。哎，宝贝，你怎么了？哦，萌萌姐姐，她不舒服，妈妈呢？喂他啊，吃东西哈，哦，你看那个旁边有请吗？很厉害哦，去里面坐坐，要吃水饺了，真的。萌萌今天一天都在咳嗽了。等等，我带他去看医生。妈妈，不要关门。啊，今天在医院里哦。护理师阿姨先帮我量体温，哔哔。哔哔，量体温哦。还有来，接着医生叔叔看了我的喉咙哦，还有刚刚耳朵还听了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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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跳的声音。哎，滴答没有来洗手，滴答，刚刚去洗手。医生说，滴答来，我感冒了。我打了一针，滴滴打了一针，还有拿了药哦。萌萌今天很勇敢，打针吃药的时候都没有哭哦。医生说，萌萌啊，只要多喝水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好好的吃药药，多睡觉。那感冒就很快就会好了，感冒很快就会好了，好。一两个的。好嘞，萌萌说，我会乖乖听医生叔叔说的话，我要快快好起来，赶快好起来。啊，宝贝好棒哦，不怕打针，还想吃药呢。很厉害哦。故事讲完啦，故事讲完啦。好，为什么躺着呢？小妹可以坐，但是呢，因为坐的没有合我，眼睛没有办法看前面。那小奶熊呢？还没有办法坐哈。耶，阿文才快要交给姐儿你的吧，对不对？还没有，脖子还没有很有力气呢，是不是啊？萍萍，哦，我们萍萍刚抓，刚收研完，对不对？萍萍高标，哈哈哈，高标啊，体重高标，哈哈，身高也高标，看不出来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妈妈说裤子已经穿到六个月，我们现在才四个多月，你看。哎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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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奶熊呢？奶熊要跟上吗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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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哎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医生的故事就讲完喽 ，OK 吗，爸爸？哥哥他们去吃水饺，那我们呢就来聊聊天，对不对？森林里来了一只可爱小奶熊，小奶熊，小奶熊，四只还在喝奶奶的 baby 小熊， baby 小熊， baby 小熊，我的名字叫平瑞，平瑞，平瑞，四只可爱小奶
熊，你看，熊。妹妹，妹妹不吃嘴嘴，不吃肉，不吸手，尿尿细菌。细菌，细菌来喽！细菌，细菌来喽！啊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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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啊 ，no！ 啊 ，no！ 啊 ，no no no！ 啊 ，no！ 啊 ，no！ 啊 ，no no no！ 妹妹有很多歌哦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快快来，快快来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快快来，哥哥姐姐在这里在等你。喵妹妹，快来这里，对不对哈？还有圣诞小妹，快曝光一下。圣诞小妹妹，圣诞小妹妹，可爱的小妹妹还在和奶奶，需要哥哥姐姐来陪伴，最爱睡觉和奶奶，哥哥爱。